我来打吗？你打不输了，你打。我也行。这。第几关了？20关。20关就是奖杯。哎，这个没有啊，声音怎么没有啊？我给你调一下。Hello。哎，声音也太小了吧。可以了。哎，我看一下。从这里出。Come on。来吧。可以下了，别上，别上，别。好。哎，吃我了，结果蛋蛋。好，崩死你！一，八豆，八八八，八哥。别他吃了，他输了就完蛋了。哎，他走得好快呀！挡住他呀，坚果糖啊！哎，那这掰八度，别再喂了，吃。快挪过来就行。能的，你看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啊，有两个路的。哎，这个厉害，双击666。行行行行。行行行。哎，就留到他。双击666。还没爬呢，被打死了。地雷。又是钢头，解解决。钢头，打断你，不要费炸弹了。应该能打死吧？用
结果全等他了。他吃掉怎么办？吃不掉吗？死了。死了吗？没有，就被咬了几口。哦，又来一个坚果蝉，哎，很幸运。哎，来呀，小老弟。先打这个钢桶，钢桶硬死。上面来了，下面两排的。你这坚果墙先挡这里，然后再发射这里，再发射这里。然后这里好忙呀！哎，来了。嘿，哎，别吵。咋了？好 ，OK。怎么了？大炮，大炮直接崩死他。来来来来，小老弟来，我崩。这大炮得要消耗一下。哎，这完了！啊！你这个真惨了，气死！哎，这大炮老中弹了，那么真胖疯了呀！我刚崩了一下了，三个。那从哪儿？弹炸弹吧。弹这个。对啊。可以。先给他来一炮。走。最后一波。啊，鸡！好疯呀！你要是死来鸡啊！还跑了，你这人，刚才差点输了。你这人真不行，你不要玩了。这个那啥没给他吃。哇！你干的啥真不中啊！要不要用那个花钱啊？你看你这打的，你看你干啥不中？你跑啥呀？你说你啊？那鸡来了。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再见。